各位波友，各位观众，今日要拆嘅礼物系有咁多。Yo， 我波子到万乜货，今日继续我哋嘅礼物开箱。快啲，开箱，开箱。今日嘅礼物系炸花之前冒险乐园啦、动漫节啦，同埋乱入派戏飞嘅时候收嘅礼物嚟嘅，铺满晒我张床，张床冇任何位置，我连坐都冇得坐，我只能够跪喺度同大家开箱。同埋因为今次嘅礼物其实太多啦，其实已经乱晒，根本唔知边一包打边一包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见怪。首先有一个面人嘅杯面。你嚟乜文都要使呢个面具多啲哦。有写心意卡噶，系苏波友，多谢苏波友。系 DIY 嘅纹身贴纸，识笑一定系笑波子。啊，仲有笑波子 icon。我笑紧啦，乜文帮我整湿佢，帮我用啲口水整湿佢，唔该乜文。我咪，已经上咗啦，识笑一定笑波子，多谢 U Smiling Boys 嘅纹身贴纸。跟住仲有条。颈巾啊！第一条问题就系呢条颈巾有咩织俾我啊？定系织俾 Muffin 嘅咧？我当住系 Muffin 嘅先啦 ，OK？ 等我帮你套落去你嘅招招度啦。再多一本《宠物小精灵》嘅大图鉴，我已经有啦。第二代礼物，入边有一袋袋嘅朱古力。多谢 Irene， 但系如果下次咧再整手作嘅嘢食咧，尽量都系少啲啦，因为咧，如果我太多嘢做、太多片拍同埋剪嘅时候，我就会唔得闲去开箱，唔得闲去拆礼物，甚至唔得闲去食，所以呢嘢食咧其实好快就会过晒期噶。系食碗嚟嘅喎，系面人食碗啊！系呢啲嘢食 OK 噶，2018年先过期。同埋呢啲食碗咧系比较有趣嘅，同埋比较古怪啦，所以可能之后咧我会拍翻一集咧，专系放一啲奇怪嘅嘢食。哦，咩嚟噶？系自己用手折嘅摆设咯，变咗蘑菇屋啦、兔仔先生啦。你系咪我噶？饼干一盒，我相信应该系我嘅，应该唔系乜粉。多谢你先呢位饼干波友。好啦，然后呢啲先系真正系乜粉机礼物咯。你系咪好想要啊？很想要吧？系乜粉嘅礼物啊？有啲乜嘢咧？首先系乜粉中意食嘅狗罐头、鸡肉罐头。然后是黑豚，我乜粉好似舐紧啊！哎呀，好好味啊！乜粉连啲碎碎都唔放过，等我试下味先。嗰种味道同平时嗰啲肠仔差唔多喎，冇咁咸啊，真系狗食噶，咁都唔错喎。好啦，跟住系呢一盒，亦都令到乜粉非常之雀跃嘅一盒。哎呀呀，乜粉你睇住先亲，你又先亲。一个头好长，好长，好长。系啦，乜粉。好啦，睇下呢度有啲咩嘢食先。首先有一包真真薯片正，有包无人脆片正，乳脂绿茶饼正，泡谷正，朱古力曲奇正，朱古力泡芙正。一支远过嚟睇，以为系大便嘅朱古力色企鹅笔。多谢波友 My name is Secret。哇，呢个袋有埋 lace 边添噶，份波友铃木信喺入边，比卡超入品啊！然后入边仲有比卡超快佬，哇，同埋仲有一张心意卡。你热唔热得不烦我帮你泼凉啊？好啦，大家应该发现个视觉有啲唔同咗，因为头先个相机已经冇电。系，就有 Lily 送嘅心意卡，多谢 Lily。然后系小旭画嘅画。多谢安怡同莹莹。哦，系你的名字。点解拆开咗嘅呢个你的名字嘅礼物？乜份我？但系点解你的名字嘅都系有初音嘅卡嘅？然后就系第二代，系 Irene 一大包嘅零食，系红本红嘅毛巾。呢一度都好有心思喎，个袋。哇，系之前去动漫节嘅哈利波子啊。然后隔篱竟然仲有乜份啊？咦，原来仲有第二页添嘅，但系第二页好似有啲嘻嘻喎，算啦，我嘛唔介绍啦。啊，眼镜，哦，劲棍咯，仲有猫咪公仔啊，流眼泪嘅公仔啊，系，入边仲有两个襟章，我系我嘅 icon 襟章。哇，麻烦，喂，唔好冲入去。哇，入边其实系嘢食嚟噶，草莓百力滋同埋三角朱古力。网球王子啊！我要揽住乜份，揽住你。仲有另一个袋喎，系一件衫嚟噶，系一件咩衫嚟噶咧？哇，好舒服咁样喎！哇，系小智比加超嘅衫啊，系 LV。
纸袋啊！哇，正喎、啊！我都好耐冇睇过高达啦。多谢石田呢位波友啊，希望可以达成100万订阅，加油，我等你。好多谢你等我。当我每次见到俾乜坟呢个字嘅时候，我就知大镬啦。因为乜坟一定会虎视眈眈住个公仔，佢要亲吻佢啦，佢要 kiss 佢，要 kiss 佢啦。哦，呢个波友送咗个 Gundam Online 嘅 game 碟俾我啦。嗱，我初初以为系一名游戏带，但好似系食得噶喎。系贤仔波友送嘅，多谢贤仔。系 Q 版嘅 figure， 系秦音嘅红一叶版啊！多谢波友呢份礼物，乜坟有物着啦。以后乜坟就会好幽默，因为佢有物着。好似系一只用过嘅滑鼠。点解会送一只用过嘅滑鼠俾我？然后阿 Yan 同埋团仔送嘅内有小礼物。佢啊，系我嗰阵时喺日本 Pokemon Center 玩嘅。Pokemon 对战机啊！呢一代嘢入边，首先有一代绿色嘅纸袋，而入边，又系面人杯面，但都多谢波友啊，因为都系剪片套装，我以为都系我嘅宵夜，点知原来系乜份嘅宵夜，咬入嘅喎，咸咸地喎，似有啲奶味嘅软糖，但系唔甜嘅，系波友 Hannah 送嘅。呢个系咩 Pokemon 啊？下次我捉 Pokemon 系咪要带埋呢个比较小手牌？系波波球。哎呀，我眼瞓啊，波波球啊！哦，系刀剑神力嘅滑鼠战啊！入边仲有一支绿茶动漫节嘅长卷，同埋有心意卡。多谢林悠悠，多谢 Gaga， 你封信真系有 Lady Gaga。多谢阿彤。好啦，以上暂时系呢一集拍住咁多嘅礼物开箱先啊，因为实在太多。大家千祈唔好下一条，因为我已经下一条。首先呢度后面系仲未开箱嘅礼物，而呢度系我拆咗要分流处理嘅礼物。所以冇错，谂今集真系唔可以拍晒咁多个礼物俾大家，但系都系嗰句，非常之感谢咁多位波友一直嘅支持。咁成波友贵言，总有一日我会去到100万订阅，到时大家就等住我。好啦，咁今集系咁多先，留意下一集。Y O U， 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